对年龄问题啊，你不要轻易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我。这个主要还是看父母吧，看父母培养的好，然后生的好，再一个多运动，多打乒乓球，你就年轻了。好，其实首先要还是非常感谢你们，感谢这些球迷们，因为我觉得每个运动员其实职业生涯当中都会遇到各种不同时期的这种低谷也好，这种挫折也好，但重要是他们能坚持，最后走出来是最重要。也感谢你们这帮球迷们对于我、对于小胖、对于中国乒乓球队的支持，也希望你们无论是学习中还是工作中能够加油，然后越来越好。谢谢。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